不会啦，我家都住四楼啊。要讲个吉祥话题。不用了，这个台外公哈，四季平安就好。让你早上那个抽签号是抽到四号，因为这个数字。这是个数字嘛，只是方便大家去盖选票。不觉得不吉利？不会啦，我家都住四楼啊。要讲个吉祥话题。不用了，这个台外公哈，四季平安就好。到我们这个年龄就知道哈，平安幸福就好了。